爹，你让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，就这家，去吧。爹爹，儿子，还是你先去吧。爹这紧张，心疯了，直跳。你看，姐，你咋这么完蛋呢？见个同学怕啥的？去，快去。你听爹说啊，你去吧，敲门去。除了老头呢，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呢。要是除了老太太，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？要是的话，儿子。把这封信给他，别让老头看着啊！啊，去去去，快！儿屋了，去，快！你老头在家没？哎呀，哪有那么喊的？你得看出来是谁呀、啊？去去去！家里有老头没？有人没？人哈？有人没？有人没？你找谁呀？你猜。哎呀妈呀，这孩子，我上哪猜去啊？当你提个人。谁呀？你同桌。同桌？你同学大橙子。哎呀妈呀，大橙子我知道啊。你是他啥人呢？我是他爹啊。不是，他是我儿子。不对，你猜我是谁？你是他儿子吧？猜对了。你找我有事吗？那个，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。啥？谁让你老头看着啊？不是，那你爹人呢？他来没？他妈搁那蹲着呢吗？看着你了，快点的吧。这完蛋，快点。大橙子。桂姐。老同学。桂姐。你咋来了呢？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？哎呀我。挺好吧。变样了呢，都20多年没见了。是咋的？你是呢？你变了，年过了。是啊，你也变了。大爷，帮个忙。好了，给我照一张全家。哎呀呀呀！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！福了。哎呀！哎呀妈！我大傻瓜，你给我摔掉地下了。老头，你回来了。照全家福的家长没回来，跟谁照呢？那算你一个呗，大爷。算一个，我是这屋的户主，算一个。老头啊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同学大橙子，我家老赵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哥。啊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我儿子。啊，主人翁回来了。来，进来吧，来。你快进屋，进屋，孩子来。哎呀，我上前院老王家。跟他玩会儿，喝点酒，斗会儿地主。哎呀，我说你脸咋透红的？来，坐着坐着。哎呀，坐，坐。嗯，孩子坐那。哎，我坐，我挨着我爹。刚来的是吧？刚到。怎么事呢？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。啊。听说这老同学呀，搁这块住，我去顺便来看看。这大哥也回来了哈，桂琴呐。那个我们就走了啊，啊，走了，是不是有事啊？别着急，来哥，待会儿，没有事。这啥呀？啊，这信。谁呢？我爹写的匿名信。匿名信啥？有事找咱们吧。没有事。哎，能看不？说看别人信犯法。我是给桂琴写的。那你看让我看不？哎呀。犯啥法呀？还是有事求咱们，有啥事儿就同学关系，你就找我，我了我也啥都办不了。我给你看看这信啊。
朝思暮想的琴，你要买钢琴呢？是啊，不买。买啥琴呢？哎呀，那啥，我小名不叫小琴吗？你不叫贵琴吗？这个琴你买不起，太贵了。那得多少钱呢？多少钱都不卖，这孩子咋有点彪呢？等我惯你，你惯孩子。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。我爹真猛，爹你真给劲儿。大哥，别介意啊，这个词儿搁现在，充其量就是你好意思。哎呀，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。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？哎呀，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？我都没这么叫过。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，情窦初开的年龄，你那窦字不会写，画个圈。爹呀，爹，你咋这么笨呢？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？太笨了。你俩一个学校的吧？我经常辅导他。我看出来了。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，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，帮我读了七年书，一天见不到你，我就像丢了圈儿一样，丢了魂儿一样，那魂儿不会写，画圈。你这都啥水平？放假的时候，为了看你一眼，上你家干了不少圈儿活。干了不少零活，那零字不会写。你这是铃铛的铃。哎呀妈呀，来，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？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是多亏贵琴对我的帮助啊，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，考试时候让我抄题。抄题？哎呀，你怎么把人坑了？有时候也帮倒忙。有一次嘛，期末考试嘛，让我抄他题，我就抄了，完了得个零分。那咋抄呢？咋还得个零呢？还好意思说呢？你问他吧。我抄太全了，把名也抄下来了。啥玩意儿你？后来吧，后来除了俩会琴，我一分没有。那能有吗？你得多少分啊？我得90呗。算错了，俩贵亲应该得180呀。大爷，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。真当不起。这信我没法念了，这待会儿念出仨圈了，再弄一个圈凑合一炸，把我炸上了。你念吧。我念。行。我不怕炸。孩子念吧。我爹不会用炸。有一回斗地主，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。我念啊，小爹，这么哎呀，小琴，还有什么呢？大爷，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？拉倒吧，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。小琴，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，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“此处略去”三个字儿。为什么呢？节能减排，省点墨水。那此处略去仨字儿，这都七个字儿了，你仨写不了。不是，你这是你想说啥？我爱你呗。要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！哎呀，那你就写感谢你呗。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？那。亲，我退学以后，咱俩就没见过面，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。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，路过一片小树林，此处略去27个字。不是，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咋了？这是啊，大哥，那是我做的梦，梦丢27个字。不是，就是我俩做梦嘛，就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，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，一脚就给我踢醒了，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。赖我干啥呀？多亏有你，要不然接个梦说不上梦着啥了。
亲，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。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，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当时就我们俩。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，此处略去78个字儿。你这是，来来，你说说，这个也是梦吗？这不是梦，那这78个字是干啥了都啊？那个我哪知道啊？你装啥糊涂啊？这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？这怎么的了？又整那些字都没了？大橙子，你咋啥都往上写呢？哪有这事啊？有这事吗你？不行，你忘了，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，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？咱俩就往家走，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，完了一抬头，面前站头驴，你上边去。这驴吧，瞪咱俩一眼，他就走了。爹，你说啥呢？我大爷这长脸儿。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，就扑在我的怀里。大哥，你说我咋整？我能走吗？我能不管吗？你说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确实有这么回事。你不昏了吗？你还能想起来吗？对呀，当时我确实吓昏了。你咋倒人怀里了呢？不是我昏了，我哪知道倒哪儿了？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。后来你驮回去的呗？是我驮回去的，啊不，是我背回去的。背光背啊？背累的也抱一会儿。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？大哥，我没做人工呼吸啊。不是桂琴，你说你这同学哪的？我咋就没见过呢？你哪个国的？胜义村老余家的。你叫啥名？余则成。这他妈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？这是。大哥，我这个和电视里那不一样，我这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。你别想歪，不是，是败事有余的成啊，成不了。你别着急，你看你。你咋还失败了呢？你有完没完了？谁没完呢？这是干啥的？我信你干啥玩意儿？亲，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，什么也不说了，请你留下这张卡，这是我对你的心意。什么卡？银行卡。我小钱家里穷嘛，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，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，给他存了3万块钱。钱呢？搁哪呢？卡？卡给他了。啊？你啥时候给我了？哎呀，对好哦！我不给你了吗？不是，别装了，掏出来吧。不，搁那信封里装着呢。不，哎呀妈呀！你说你咋不早说呢？太吵！哎呀妈呀！我能要你这卡吗？快，拿回去。凭啥不要啊？干啥呀你？你给拿回去。还给拿回？画这些圈儿，拿个卡还不要？我还觉得不够呢。宾馆302房。你行啊你，去吧。我去哪呀？这不开房了吗？还去哪呀？不，你说啥话呢？说啥话？房卡揣你兜了，我今晚上搁外面兜一宿地主，这就完了。去吧。不是，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？去。大橙子咋回事啊？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？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唱呢？你让我上哪去住去啊？你别添乱了，你这孩子。你说你找找这整哪儿去了？你是不拿错了呢？哎呀，你这孩子。你看这我俩拿串了，你瞅瞅，快给大哥看看。你看，这不是吗？一场虚惊，这你大惊小怪的。念。亲，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，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。爹，他不是我妈吗？啊？你不说我妈没了吗？不，那不是呀，孩子，我你啥钱又生个孩子呢？你、啊，我啥时生孩子了？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，你让我过年不？你不是我妈？你说啥呢你呀、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你给我上点。我大橙子咋回事？不是你能说清楚吗？谁什么人呢？这是这咋事？你整出孩子你说？咱俩咋见面呢？你说这咋的？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？大爷啊，你说这孩子是我不？你猜呢？是，猜对了。大爷呀，别管我叫大爷了，叫叔吧。你爹下手逼我走。我身体，我又不是咋的。好了。
大哥，啥也别说了啊，你们在这过吧，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？魏先不，你要干啥你呀？我走。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？我走。儿子你回来，你管谁叫儿子呢？不是，你看这叫什么牌子呢？大哥，大哥没有，什么玩意儿呢？大爷，你听我说，大爷，谁是你大爷呀？不，大哥，大哥，我叫他呢。你给我解释明白，你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解释行吗？来，把这句话解释来。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，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，你放心。这啥意思？这孩子到底咋回事？给我个交代。大哥，你俩过来。你听我说，大哥啊，我小钱吧是个孤儿，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，在她的影响下吧，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，就这么的，我收养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是个孤儿，你千万别告诉他，我求你了，行不？我求你们了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爹说你是孤儿，你这他也是孤儿。报告，我也是孤儿。谁信呢？爹，你说啥呢？你这谁是孤儿啊？能谈啊，爹没骗你，你确实是个孤儿，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。儿子，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，这你看看是不是？我是孤儿，大爷，这是我吗？小沈阳，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，现在叫于沈阳。我是多余的，我是多余的。哎，这是真的。你干啥呢你？别哭了，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？我跟你说，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，我养了你18年，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，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。你现在你也长大，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，爹不拦你，你去找去吧，我知道搁哪块儿，早晚也是这么回事。对不起啊，孩子你起来，起来起来起来。你爹是啥呀？咱大伙误会你爹了，你爹养你18年，屎一把尿一把的，这18年又当爹又当妈，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，不就怕你受委屈吗？是不是啊？孩子，你要报答他，你不要找妈妈，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，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，是吧？你得好好学习，长大成人，报答你爹，回报社会才对。好好念书，是吧？念多少年了？不念了。那我一看就是，那是情窦初开，逗哪是斗地主的逗啊？多让人笑话呢。不是吗？那是土豆的豆。哎呀，拉倒吧！别瞎教人家，你说那更不对。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！念书，报答社会，报答你爹，听着吗？赶紧跟你爹说。爹，对不起。儿子，别哭啊！别哭，别哭啊！爹，谢谢你。爹，我不找他们了，他们都不要我了，我找他们干啥呀？你就是我亲爹，你就是我亲妈。我缓过来了，我也长大了。今天大过年的，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们拜年，你们都坐。哎，来坐，快来，孩子给你们拜年啊！爹，哎，妈，哎，爸，啥叫你？还有我事呢。我给你们磕头，过年好。哎，孩子，好孩子，行了。哎呀，孩子拜年了，你有红包没啊？这我没准备呀。我给准备了，俺三个一人1万，给你。不是，大哥，这是给桂琴的，你给他干啥呀？咱都一家人了，孩子，我们俩也没孩子，拿吧。好好读书去啊，不能去那么不上学，不上学没出去。拿着吧，孩子，谢谢大爸。大爸，你谢谢三峡吧你。没用的。
今天你们同学聚会，我想起一首歌来，我唱给你们听呀。行，太好了。这啥歌唱的？卡拉OK你会同吗？我会。那你同去，你去整俩菜去。哎，俺俩喝点酒。好了。哎呀。来。高雅的人，看啥都玩，快点。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从前的日子都远去，我也将有我的妻，我也会给她看相片，给她讲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伤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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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个节目叫还钱，钱在我们生活当中。尊敬的各位领导，各位朋友，各位来宾 ，Ladies and 乡亲们，我想死你们了。大合唱，你们俩怎么会知道？我非得说我想死你们呀！别的你也不会呀、啊？怎么说话呢？这是冯老师。什么叫别的你也不会啊？那应该说根本不会别的。我首先祝朋友们的事业像世博会的中国馆红红的。我祝朋友们的日子像亚运的接力火火的。我祝朋友们的生活水平像嫦娥二号嘎嘎的。我祝朋友们兜里的钱像我老婆的肚子鼓鼓的。这个肚子看着就痛快，虽说里边不是我的，但是我说清楚了，什么叫不是你的？哦，对了，我没说清楚，朋友们，这里边可不是孩子，是昨天我扫大街捡到的一个大皮包啊，那是我岳父的养老钱呢，整整十万块呢，十万呢，得买多少方便面？张嘴就方便面，咱都新北京人了，你就不会买点榨菜啊？把钱还人家？不还啊！照着名片打电话，他们都不来取。是他不让，我能让吗？啊，到你们家去，弄不好你就得给他来个引蛇出洞、调虎离山、关门打狗、渡龙抓鸡、浑水摸鱼、瓮中捉鳖。你等会儿，你老公究竟是什么动物啊？你什么动物也不能去。那我要亲自到你们家去送，为什么也不同意呢？我能同意吗？你上我们家去，我经常不在家，我媳妇这么漂亮，你去，是不是？是什么呀？所以咱们定了个中间地带，世纪坛街头，快点啊！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赶紧走！我揣着他，我快得了吗？你过来，过来！哎呀，注意观察。你背着，我背着这么个乌龟壳子似的，我前面走，你后边跟着。社区的群众怎么反应？啊，超人姐姐放光辉，别人遛狗他遛鬼。还是你揣着吧。我揣着他，我难受啊。你还享受的？刚才坐公交车，不都给你让座吗？小偷都不敢下手。那是，他要是下手啊，那就不光是经济问题，还有作风问题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这个经济问题背后还都是作风问题。哎，到了，他们怎么还没来呀？我定的是四点见面嘛。这都五点多了。你说不许人堵车呀？咱不是头中午从田通院出来，现在能到电视台吗？这不理解万岁吗？来了，后边还跟着个红马，
估计是保镖。麦克，哎呦，你走啊！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？废话，就你长个包子样，还怪狗跟着，这是。呸！对暗号。远上寒山石敬瑕，石敬瑕，敬瑕。哎呦，你酸不酸呢？还敬瑕呢？霞霞。白云深处，我和他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接了个帽子。原想王子会公主，却是恐龙见青蛙。明月几时有？抬头自己瞅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壶二锅头。爹啊，亲爹，品种弄错了。没错，见着钱他都叫爹。亲爹呀，这笔钱我爸靠他养老，我妈靠他社保，我儿靠他高考，全家靠他温饱。如果要是丢了，我爸不能养老，我妈不能社保，我儿不能高考，全家不能温饱，我还得像牛一样贪黑起早，拖拉快跑，吃的是奶，挤的是草啊！兄弟，你放心吧，为了你爸的养老，妈妈的社保，儿子的高考，全家的温饱，为了你不贪黑起早，不吃奶起草，这10万块钱我还真还不了。怎么还不了啊？我得问清楚了，你这10万块钱你是哪丢的呀？你这10万块钱是哪儿捡的呀？你哪丢的我就哪捡的呀。你哪儿捡的我哪儿丢的。这么说我是闲捡的。我后丢的。那都不是你的。是我大哥，是你那别瞪眼啊！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。你给我定会儿，你瞪眼我都怕你啊！我可是当今武林界的人才，那我是当今武林界的天才。你天才比我人才，你不就多了个二吗？我怎么二了？我比划的动作你都不知道是什么？嗨，这是什么？嗨嗨嗨，这狗熊蹭树。嗨，这是什么动作？这业内叫怀中抱月。嗨，这个业内叫什么？这又抱一个月。怎么老抱月呀？你抱就丢了。对，揍你老抱着。抱着。你等会儿，说话这女的是你什么人呢？她是我的保单。你好，保安怎么穿黄衣服啊？皇家保安。你这保安好大的肚子。这是来自皇家的问候，好肚有肚。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生啊？8月份刚生。刚生完怎么又怀上了？我们怀的是双胞胎呀。双胞胎怎么不一块生啊？8月份没什么好节目，都等着出来看春晚，你管得着吗你？一看他们俩就不是两口子。嗯，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。就是，你要说准了都是你的。别看那边，你敢裁吗？你要裁准了这里边是什么，这里边的10万块钱就是你的。你二傻子呀，你都告诉人家了。哈哈哈，这还用猜吗？他都告诉我了，你这里边是儿子。我是二傻子，我庆幸的是我碰上个大傻子。哎，这钱都不是他们的。走走，哎，走不能走，你上哪儿去？你赶紧，哎，老公掉了，孩子掉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快送医院呐！对。保住孩子！保什么孩子？你们还家孩子这么点？这就是我丢的包，看你家，你不干这玩意儿，这么点。那包真是我的，啊、怎么能证明？
这里边有什么？10万块钱。嗯。还有呢？一张名片。对。还有。还有。你说呀，你。一张漂亮女孩的照片。嗯。嗯。老婆，起杆。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？黄毛。这都是过去的事儿，都过去了。过不去。过去了。过不去。过去了。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，你看他那德行，这不我吗？您看，一个德行。你们怎么把钱揣怀里呀？就是。是是。这是10万块钱，要搁我们手里丢喽，我们得扫多少年大街才能换上？我们头中午就出来了，打的怕贵，坐公交怕丢，只有揣在他怀里，我们心里才踏实，这叫绝密押韵呐！你们可倒好，自打接了电话就没相信过我们，更没拿我们当过好人。就我们这个形象，我们像坏人吗？咱像吗？不怎么像。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，心里边连点隐私都没有。同事们都说我真浪费了一张鬼鬼祟祟的脸。我们是清洁工，但我们不占别人便宜啊。我们得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一扫帚一扫帚扫出来的干净钱。好，此处应该有掌声。你们真是好人，隐藏很深的好人呐。就我们俩是好人啊，这鼓掌的这不都是好人吗？给他们，谢谢他们，谢谢好人。哎，当着好人的面把这钱数数。不用数了，你们不仅是城市的美容师，更是心灵的美容师。我们美不美的无所谓，你还是人黄毛好看。不，红毛好，红毛看着就振奋，这个在长安街上一跑，奥运火炬又传递了。咱们回家吧。老婆。咱给人减了10万，他不反砸5000？咱都心灵的美容师了，咱们走。等会儿，没走。钱我们收下了，这包您留着背吧。这归我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了。谢谢了。哎，这里面还有钱，还你们的10000块钱送给你们了，太好了。好什么呀，赶紧把钱还人家，你快去啊。等会儿找你们5000，全给人家，找你们1人5000。对了，朋友们，还是咱妈说的好啊，好人一生长寿啊。我是说报演员名字的时候你没报我，你一个捧哏的还用报啊？咱们相声界名言呀，3分逗7分捧，你这个逗哏的占30%，我捧哏的占70%。你别忘了，舞台上我可是红花。哎，我还绿叶呢。你让大伙看看啊，这是绿叶吗？
这不整个一烂菜叶吗？绿叶。我要烂菜叶，那你就是爆米花。你一个捧哏的，敢跟我们逗哏这么说话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有你没你，我照样演。嘿，那你就一人演吧。我这……哎，你干嘛？不是你不是，跟你开个玩笑。啊，咱得接着演。还这么演？再演就得看观众朋友们爱看什么了。不是大伙儿看什么呢？我先问问你啊，你家里人都爱看什么呀？我妈妈爱看言情剧，我爸爸看武侠片，尤其我媳妇儿愿意看宫廷戏，众口难调。不见得。今儿咱就现场调一回，把刚才那段传统相声《论捧逗》啊，演绎成各种不同的版本。不是，这都有什么版本呢？哎，你刚说你妈妈爱看什么？言情剧。那咱就来个琼瑶版的《论捧逗》。不是，这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做《捧深深，逗萌萌》。那咱们重新开始。来。哇，这不是哥哥吗？你不是美眉？嗯哼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呀？我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呀。好巧好巧，我也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耶。可是在这个舞台上，我是逗哏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捧哏的哦。难道说捧哏就不重要了吗？哥哥，求你了，不要跟我争了好不好？好不好了啦。他就不好了啦。那好，既然这样子，我们都摊牌好了。舞台上我是红花，而你只不过是一片烂菜叶而已。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不可以这样子。我要是烂菜叶，那么你就是爆米花。够了，我不要你来教训我，你这个死三八。什么？你说我三八？不，你错了，我不是三八，不是三八，是三七。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三分逗七分捧这句话吗？好了，我不想再这样跟你吵下去了。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一直都想要做逗哏的。我有说吗？有说有说，你明明有说。你知道吗？你的眼睛已经出卖你的心，可是你的眉毛却充满了你的眼睛。不过你想要做一个逗哏，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，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，因为你不配，你不配。不，你说的不是真的，你胡说胡说胡说。你冷静。哎，怎么了？停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这么投入的表演，我怎么仿佛挨你一巴掌啊？没有啊。打我了，对不对？观众多诚实、啊、什么诚，谁疼谁不知道。不是你，咱刚才不是说演琼瑶版的《论捧逗》吗？啊，对，琼瑶的呀。这不为了显得煽情吗？哦，那你就煽我呀。啊，你这不行，你得换。行，咱换一个你父亲爱看的金庸版的《论捧逗》。那这叫什么名字呢？《武坛英雄传之捧鞋斗毒》。哼，重新开始。这不是逗哏帮的帮主逗你玩大侠吗？哈哈哈，那帮是谁呀？原来是碰哏帮的掌门碰抽脚大侠呀。听说逗大侠对我们碰哏帮口出不逊，今天特来讨个公道。没有错，你们这些碰哏的只不过是一些爬门坐刀烂菜爷爷嘛，我们都跟你才称得上是武林好姐。可有人让我给你捎来一句话？什么话？当今武林乃三分斗七分捧，你们斗跟帮只不过是过了期的爆米花而已。好，今天就让我这个爆米花来教训一下你这个烂菜爷爷。今天我要为武林清理门户，请你出手吧。你说他都这个样子了，还用我出手啊？你快，你赶紧去。又怎么了？我怎么又吃亏了吗？我都没碰
你没资，你这么演不行，还得换。行，咱再换一个版本。哎，换一个你媳妇爱看的宫廷版的《论捧逗》。那这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做《捧逗秘史》。那就重新开始。你谁啊？我是窦妃。我只记得窦窦妃，切记三分窦七分捧。陛下，您说的是三分窦七分捧吗？您说的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吗？是的，窦妃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。真的吗，陛下？您说的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吗？是的，窦妃，这真的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。真的吗，陛下？那么它为什么要叫做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呢？是的，窦妃，就是因为它是由三分窦和七分捧组成的。真的吗，陛下？这样对待窦妃，您觉得公平吗？我早已厌倦了勾心斗角，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。你就没完没了？就算是三分斗和七分捧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您觉得没有关系吗？您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？您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？您不会想跟我断绝关系吧？我就是想跟你断绝关系。不是，你这么演比打我还难受呢。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您真的觉得很难受吗？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我都快受不了了。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您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吗？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求求你了，这相声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真的吗？我这是真的吗？您真的已经不打算说相声了吗？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哎呦，救命啊！您不要命了吗？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您真的已经不打算要命了吗？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么多人呢，讨厌。没事儿，我媳妇儿合法的。哎呀，婚后生活甜如蜜，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，不吵架来不生气，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太感人了，你。嗯，不是，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，她的事迹太感人了。嗯，你听啊，嗯，她每次削完苹果，先递到丈夫的嘴边，给给给。嗯，能这还差不多。什么事儿？短消息。谁来的？嗯。又怎么了？还是她，你听哦。她每次来短消息，从来不背着她老公，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。在哪儿登着呢？准备明天登。是我爸来的短消息，说包了饺子，问咱俩回不回去吃。吃吃吃，就不要吃。你看你看看啊，真是爸来的。那我就不看了。嗯，谁来的我也不看。你看你小心眼那样，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我电话。喂喂，这谁呀？打通了以后不说话？打过去不就知道了。对，不用，
万一是诈骗电话。嗯，怎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干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你看你，你看我干嘛？哎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你什么都没说，你比说什么都厉害。还看我？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，一个电话没接着，还看。好好好，这样行不行？我把它开在免提上，所有的电话进来，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，行了吧？好，我也开成免提，我陪你。你不用，我相信你。别，咱俩都相信免提吧。嗯。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。我后什么悔啊我？喂。喂，是个男的。喂。哎，谁啊？我是三哥。三哥，哎，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？是啊，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，还让我陪着。那就去呗。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。哎，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，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，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。啊，那我怎么说？和以前一样。嘿。郭子，什么和以前一样啊？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。你什么？哎呀，你看老是揪耳朵，揪耳朵，有本事揪头发。头。谁来的？我走了。喂。喂，郭子。三嫂。哎，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？对啊，我们在一起呢。啊，那你让他接下电话。哼。你等会儿，三哥。三哥，三哥，三嫂，三哥上厕所了。啊？我去叫他。哎，算了，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。哦。好啊。你们就是这么合计伙来骗自己老婆的，是不是？什么叫骗呢？什么叫骗呢？善意的谎言。你看你，一句话的事儿。一句话能成事儿，一句话能坏事儿，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，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？什么善意的谎言呢？就是公开的欺骗。亲爱的，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。骗没骗我，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。给谁打？喂，老王大哥。哎，老王大哥，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。啊，丽丽啊。啊，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，说跟您在一起呢，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们在一起了。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。郭子上厕所了。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？不用了，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。嗯。去哪儿？我去上趟厕所。站那儿。又给谁打？你喂，小四儿啊。哎。啊。我是你嫂子丽丽。哎，嫂子。哦，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，说跟你在一起呢，是吗？啊？笑什么笑啊？哎呦，嫂子你就放心吧，郭哥和我在一块儿，你还不放心呢？放心。好，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，啊？啊，郭哥，郭哥，郭哥，上厕所了。嫂子，他上厕所了，要么我让他回给你。不用了，他在厕所呀，我就放心了。上厕所，上厕所，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？有时候也说去食堂。是。谁来的？哎呀，小四儿，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。哎呀，喂喂，小四儿，郭三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。得了，别蒙我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嫂子来电话了，我帮你圆过去了。现在放下电话，马上回家。你瞅瞅人家，哎，怎么旁边有个女的？啊，谁？那她是那谁？我不管她是谁，别忘了你是谁。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？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？我对天起誓，我对你一百个真心，一百个诚心。我对你是一百个不放心。你干嘛去？我就问问他们，还哥们呢，合家伙来撒谎是不是？干嘛干嘛？行了行了，我错了。行了，你起来，我没弄好。哎呀，差不多，回来。
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，得到的一定是谎言。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，撒了谎。但是我明明在家，你却说我没在家，你撒谎了没有？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？人家更为了咱俩好，亲爱的，一句话的事儿，一句话能成事儿，一句话能坏事，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，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？再说了，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，谁都这么回答。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。你快拉倒吧，人之常情，谁都这样。什么谁都这样，绝对不会。好，给谁打？菲菲。喂喂，菲菲啊。哪位啊？哎，你好，我是你郭哥。哦，郭哥。你先坐会儿。喂，郭哥。什么郭哥？菲菲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个你丽丽姐啊，下班以后没回家，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，是吗？嗯，对的，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。不，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。你等一下，丽丽，丽丽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？郭哥，丽丽在厕所呢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。不用了，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说吧，一句话的事儿，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。不行，你给李阿姨打，我就相信李阿姨。给李阿姨打什么？你打不打？哎呀，别没事找事儿了。哎呀，不打我打。干嘛？通了，快说，李阿姨。喂。喂。喂，李阿姨。啊。你好，我是郭子。啊，小郭呀。嗯。是这样的，李阿姨，这个丽丽啊，下班以后没回家，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，是吗？没有啊。You. 喂，李阿姨，那没事算了。哎，小郭，丽丽她上厕所了，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。不用了，李阿姨，谢谢你。You. 怎么会这样？来，自己把那手捋直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一句话的事儿，一句话能成事，一句话能坏事，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？呀，李阿姨，快快，你我不管，我怎么说？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。喂，李阿姨。丽丽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在家呢。别蒙我了，郭子来电话了，急坏了，满世界找你呢，你赶紧回家，别叫郭子着急啊。我真在家呢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这么回事，本来我在家，郭子说我不在家，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，结果呀，您上当了。李阿姨，李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您没事吧？哎，这个当啊，我上就上了，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，幸福平安，我就放心了。丽丽，我对天起誓，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。我也是郭子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从今以后，咱俩都阳光点哦。嗯。从今以后，咱俩。嗯。哦。嗯。我啊什么？我都饿了。下饺子了，咱们回家吃去。哎呀，快走啊！都几点了，来来。快快。喂。喂。啊。啊。啊。哦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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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别闹了，是大姐来的电话。大姐，什么事儿？大姐是二婚，有个前夫，你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了，那美国人。对。后来他们俩离婚了，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。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。啊！大姐呀，想见孩子，孩子想见大姐。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有点小心眼吗？哎呦，我太了解他了。大姐呀，说去见孩子，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，让咱俩帮打个圆场。就这点事儿，我当什么？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，我接。快走，快走。嗯，没问题。来了，快接。说来就来了，快。哎呀。喂，哎，谁呀？我是大姐夫，美国的，中国的。喂，那个大姐夫，什么事儿啊？
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，大姐来没来我们家？来了，刚进门。啊，在你们家呢？那你让他接个电话。又来了，大姐，大姐，你看见大姐了吗？啊，郭总，郭总，真聪明，一学就会。喂，他上厕所了。你把门打开。他在厕所，我去开门，有点不合适吧？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，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。完了完了，来了，圆吧圆吧，你说你能圆好吧，你自己圆去吧。还没挂呢，哎呀，快去开门。你去开。我求你了。我求你了。石头剪子布。石头剪子布。开门。哇，你开门。我赢了。谁赢谁开。大姐夫，大姐在厕所呢。大姐在厕所呢。大姐真在厕所呢。哎，郭总，你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一直想上厕所，没来得及。哎呀，再憋会儿，大姐在厕所呢。行了，别演了。你大姐没来你们家，这厕所根本就没人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？这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哪儿漏电了？行了，别演了。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，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。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、想见孩子的事儿吗？今天说出去吃顿饭，慌慌张张就走了。可是这钱包没拿，郭导。这场合我去不合适，我是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。送钱包干嘛？你怎么不明白啊？这饭咱得请，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跌份儿。大姐夫，你太阳光了。大姐夫，哎呀，你说的太对，我们俩正说呢，跟人家圆，给人家圆，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，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，这个丽丽。这钱包我去送。哎，你们去吃饭，这钱包我去送。不，我不想吃饭，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。啊？不是，我说看美国大姐夫，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。哎，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，我去上趟厕所。好。哎呀，郭子，电话。帮我接一下，就说我去厕所了。啊。谁信呢？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从前的日子都远去，我也将有我的妻，我也会给她看相片，给她讲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，是不会有那种结果的，因为你不配，你不配。不，你说的不是真的，你胡说胡说。这是来自皇家的问候，好度有度。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生啊？8月份刚生，刚生完怎么又怀上了？我们怀的是双胞胎呀。双胞胎怎么不一块生啊？8月份没什么好节目，都等着出来看春晚，你管得着吗你？